喂，大佬，开咗一路，睇下，差人大晒，片路几多？你唔好理我，唔使啊，你讲多次啊，差人大晒，唔需要我讲，差人大晒，差人屌老母得，差人大佬得，你叫我老母先噶，你嗱，你我冇屌过你啊，你叫我老母先噶，头先你讲嗰笑话，你老母我仲有咩口吻？你讲嗰笑话，你差人投诉分都唔惊你啊，讲多次啊，头先你讲个差人大晒啊，差人可以打人啊嘛，头先你有冇讲啊，差人可以打个两锤啊，系啊，差人讲。我差人年代我唔打咗你，吓，因为唔系而家已经差年代，而家差人写咗咯，呢个警察嚟噶。你头先话系差人，系啊，差人年代我打咗你噶。咁你而家差人年代，你可以打我嘛？唔系差人年代，因为乜嘢啊？警察年代。即系啊，听到啦，嗱，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继续啊，嗱，又屌啊，嗱，又屌啊，又打，又打，系啊。摆上网啦。我实摆上网噶，系咪先？差人系啊，系啊，差人唔可以打人啊嘛。我唔使讲嘢。系啊。 你做个摆上网嗰度，系啊，你咪咁咯，你抄一百张嘛，系啊，你咪再嚟咯，系咪先？你都要有知你差人大晒啊嘛，你差人大晒啊嘛，你差人大晒啊嘛，系啊，系啊，你一百张，你又抄一百张，咪一百张咯，系咪先？我十俾你抄噶，我又冇阻止你，系咪先？你差人大晒啊嘛，差人又可以闹人，又可以屌人啊嘛，系啊，你最紧你噏头就得噶啦。 你最紧抽就得噶啦，而家死咗咗啦，完咗啦。我咪嚟咯，你咪嚟咪抄咯，系咪先？你话你咪抄人都大晒啊嘛，抄一百张就抄一百张咯。又差人又可以闹人，又可以打人嘅。你记得睇嗰句说话，差人可以打人啊。你记得你自己讲过咩说话？你记得自己讲咩说话？你记得自己讲咩说话？你唔该你个。系啊，我喂，我有自由拍嘢噶，系咪先？你咪试下喐下我咯，打埋嚟咯，打埋嚟咯，差人，差人大晒啊嘛。